雨过后啊，今天的稻谷呢也收不成了，也没什么事做，所以说就过来河边这里钓钓鱼啊。你看你下完大雨的话，这河水又涨了一点，今天应该还是有点鱼的啊，涨水了。哟，这怎么过去？江湖归去，钓鱼先下户，暴户暴竿不是梦。还是一样的老背方啊，野钓的时候还是燃气单开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速攻二号吧，搞一点腥味重一点啊，因为现在这个天气鱼可能都是比较喜欢吃腥一点的。一包燃气走天下，那个毛大师说了，钓鱼不打窝，他说钓的也不多啊，搞下去，把那个河水都打涨起来去。这漂我们已经钓好了啊，咱们现在就钓底，今天的第一竿下水，顺顺利利。耶，我们在下面，看到有一个鱼，好大的在那里，起水。没有啊，今天下雨了，都有时间了哦。有好鱼，好久不得钓鱼了，好久不得钓了。淡水有鱼哦，有吗？淡水有好多小鱼的，你可以钓淡水。我先钓一个淡水先。但是猫对的，难搞啊。这种就是喂猫。要我喂猫喂吗？人都喂不了。然后，钓鱼好啊！可以哦，钓嘴哇！这能钓到这种鱼啊？可以哦。我都上了七八条了，我们想着，你钓什么鱼？我都上七八条了。钓嘴哇，这个够大啊！你负责钓半水，我负责手底。人家有赌性啊。爆竿了吗？爆竿了。要让小鱼忍吗？怎么又不忍？我是要的是这种过程而已。小红，他反而大了，我大了，小了。你钓点这个。我去喂猫啊，我帮你钓点回去喂人吧。咱们搞点这个打窝，然后这条长竿的话，咱们就挂一米啊，手大鱼。有没有呀？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，是吧，小黑啊？来这咱们挂一米钓大货。哎呦。你偷点龙回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也拿这条杆来钓钓点这个。刚刚又跑了一条，现在又跑一条，还是跑大的，两次都是。我也跟小黑开始拿一点短杆来开始抽半水了吧。没办法，底下都没怎么破的，只能抽点半水，抽点白条去喂猫了。点鱼，等一下再。哎呦，上鱼了！这种鱼叫罗非鱼，也有人称之为福寿鱼，分布在我国的南方部分。
它的身体由灰与白色两种颜色相间，人比较多事情来的话，那个比较牙嘴，要我们广西话说叫比较牙嘴。然后呢，像这种比较小的话，一般强者钓的回去都是拿去喂猫，比较大的话还就会拿回去煎着吃。通常人家都是拿来红烧啊，拿来煎着吃。也有养殖的，不过这种是自己繁殖的，肉质呢相对来说比较鲜甜。有那好多鸟们搞这种便宜啊。这怎么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吧，你瞧这个虎标应该这个应该会刚刚好。叫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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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扣断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蛮大的吗这条吗？怎么有半斤了。有了不？有叫嘴一般一般来了不？开始，星辰来。喂，慢点，不要给它出水那么快哦。鱼，变小了哦。别动，不要给它出水。耶，完了，两次了，再聊。我说你不要给它出水那么快，我见你可能是被切了，我感觉切了吗？切了。所以说我说你的尺线小，你分六，你的0.3尺线哪里？最后是一买来一买，看不到浮标了。挂到树上去了，顺便也收工了吧，天黑了都看不到了。小黑今晚上回去睡不着，跑了两条大鱼了，不会溜鱼主要是。那天我在水库钓了那个罗非鱼1.5斤，我是0.3的尺线我都能把它溜起来。几斤啊？肯定的，一斤而已咯，你收咯。收了哦。那晚上小黑鱼。小鱼，全部是小鱼，吃饱饭呢。不是罗非啊，那个好啊。你看今天钓的都是这种小杂鱼，什么鱼都有，白鲷、叫嘴、这种才好吃。这种扁鱼，正好都扁鱼。肥肥的是吗？不是，就这种。今天我全部是钓这种鱼，这种叫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叫扁鱼吧。这不是露个洞样子了，还一边吃，还穿啊，穿那个是鞋料啊。金刚，是不是？这里再弄几个啊，这里再弄几个洞啊，这样穿去的话比较潮一点。天都黑了，7点钟了。今天下雨，然后去钓一下鱼而已。先去吧，然后我姐让他们杀好，然后到时候下捕的时候我再拿来煎啊，跟小黑他们又整一点宵夜。这鱼泡很好玩的，好玩，我说好。